总统府前国策顾问，也是财团法人蓝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蔡玲兰女士，号召蓝星姐妹们捐赠一辆富康巴士给彰化县政府。28日在府前广场举行捐赠仪式，期盼借此抛砖引玉，吸引更多企业团体及善心人士捐赠车辆，满足县内身障朋友的外出需求。那他们呢，在去年结合了我们蓝星、我们旅保教总监，还有我们的姐妹，以及我们的这个前国大陈崇熙，那捐赠给彰化县2台的这个富康巴士哦。那今年呢，我们的这个蔡董事长又在他的文教基金会里面号召这一些董事们，那一起呢再捐赠一台富康巴士，来造福我们的这个残障的这个朋友们，让他们呢能够出来看医生啊，或者出来旅游啦，那能够更加的方便。他不开口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他藏在心里。只要他开口，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绝对尽全力。做不到的，我们也要卖力啊，让我们这个最有爱心的县长，他的愿望能够呢，让我们全彰化县民都能够呢体会到他的爱心啊。我想我就做这样的一个表示，非常的感谢大家哈。希望77步，我们现在是75+2，77。77哈，希望我想他还有个数字，我暂时不要说出来，好，希望能够满分。我先把它汰换好，再增加，因为那个还是有使用安全性哦，10年的限制。那过去因为太久都没有处理，我现在先把该淘汰的淘汰，那该增加的我们继续来努力，方便我们的这个残障朋友们能够更方便的来预约。富康巴士其实对我们身心障碍者，如果我们就医或者是我们出去外面，要接送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方便。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，还有我们捐赠的单位，可以捐赠这个富康巴士，让我们使用，我们非常感谢。彰化县目前有小型富康巴士75辆，大型富康巴士2辆，平均使用年限是10年。彰化县政府为确保使用者的安全，从108年起至今，累计汰换47辆富康巴士，总价超过8000万元。未来也将以先汰换好再增加，持续在努力，让身障朋友更加便利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